毛学，张掌柜又把你马桶偷走了。好在我又给你拿回来了。他还拿了你的钻石。但我又给你挖了一组。他还把你房子拆了。后来我给你修好了。他还说要发下次一定，但他是给老费反法的，粉丝都说要白嫖你，他们可都是我的铁粉啊，这不可能啊，听说是老费凡和沙沙辉派来的，这就不奇怪了，这就不奇怪，他还请你喝答辩汁，那我把你换成了猪猪奶茶，下午的电脑课被占了。他好像改成了体育课，那是要体测1500米。上网课最刺激的情况。来，同学们，咱们准备上课啊！哎呀，我这麦是关是没关呢？这应该是关着的吧？没啥事。嘿嘿，张少辉，你看咱们老师今天长得有点像米莱迪。那个，这是谁的麦没关呢？赶紧关一下啊！哎。什么毛病？怎么让你关还没关呢？啊，我麦关了呀！方冠轩，你麦没关。来，谁联系一下方冠轩？下网课后的心跳时刻。好，同学们，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啊，下课吧。终于下课了，我的妈呀！赶紧把软件给它关的，我得关的干干净净的。这是关上了吧？我再检查一遍，别给我整漏了。坚持住，马上了，马上了，电源也得关了。不关我不放心呐，最后一步，把电脑屏幕给它关掉。哎呀妈，紧张死我了！过个年是不是把你们过傻了？说你还别不服，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一秒钟答不上来你就别嘚瑟。今天星期几？不准看手机。你有没有这样尴尬过？是哪个拿的我的耳机啊？快还给我，最好是不要让我知道是哪个拿的。哼！哦，原来在我的屁头里。好朋友和死党的区别。好朋友，我买了两杯豆浆，你喝哪杯啊？我随便，都行。死党，我买了两杯豆浆，你喝哪杯啊？拿来。你喝自卑，这不错呀，老板，这多钱呢？不卖，贵贱不卖。别急呀，咱商量商量，我出口价咋样？出多钱不卖，不卖。你挺讷呀。昨天我让你们写500字的作文，很多同学为了凑字数，简直不择手段，写什么的都有。张兆辉，你把你的作业念出来，让大家听听。周末。我和方冠轩去打篮球，他打过来，我打过去，他打过来，我打过去，他打过来，我打过去，他打过来。停！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NBA 呢？就这样子去。上神，你的呢？体育课上，老师说齐步走，然后就听见他喊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够了够了，什么乱七八糟？门口站着去。方冠轩，让你写500字，你就给我写100个字啊？没关系的，老师，你看5遍不就500字了吗？老师，这是昨天的作业，就算方国轩没交，问他要他也没给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好嘞，老师。方国轩，你怎么又没交作业？我是一个特别固执的人，我从来不会在意别人跟我说什么，让我去做，让我去怎么做我不管。如果你也可以像我一样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酷了。开学前一天的不同学生。我明天就开学了，我得整理一下我的作业啊，语文作业、数学作业、英语作业，都写完了，冲啊！啊，明天就开学了，我要快点补。啊，终于补完了，哈哈！明天开学了，作业一个字没写，我看这么好，明天还打，肯定不会逃。加一个字毁掉一部电影《海底小纵队》。哎，这可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。加个捞，海底捞小纵队。斗罗大陆，加个魂，魂斗罗大陆。消失的他，加个爸，消失的他爸。哎，这个绝。哥斯拉，
加个屎，哥斯拉屎。阿拉丁加个鸡，阿拉鸡丁。美人鱼加个汤，美人鱼汤。巨齿鲨加个雕，巨齿鲨雕。奇门遁甲，奇门遁甲鱼。蜘蛛侠加个铝，蜘蛛侠铝。姜子牙，姜子牙头。你好李焕英加个坏，你好坏李焕英。好，人到齐了，上课啊。方国轩，你又在做什么妖？哦，没有老师，我觉得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我的手没有在下面玩手机，拖着我的脸就能保证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屏幕。哎，这个不错啊，全班同学都保持这个姿势。在校和五个的区别，能不能别说话了啊？来来来来，你上来说，这个你来讲吧。啥？多说句话呀，就我一个人在这里说，通过句号也行啊。哎，这题没有一个能回答上来，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这怎么一道提问你们咋都就卡了呢？还有那个头像都灰了，是不是掉线了都？你们真是我带过网速最差的一届。和学弟的梦幻联动，学长学弟最初忘掉，爱你孤身走着暗下不悔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敢堵命运的墙，爱你和我那么像杰克都一样。您家孩子在学校也不听话呀，您抽空来趟学校。我儿子在学校不听话就得叫我去啊，那我儿子在家还不听话呢，我咋没叫你来呢？不是，你不是他亲爹吗？我不叫你叫谁呀？我是他亲爹，那你还是他亲老师呢？你给他当老师有人给你开工资，我给他当亲爹有人给我开工资吗？再说了，他学习不好你老叫我来，我要是能整了他，我就不给他送学校去了，你看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我不是不想去啊，这事你得自己你处理。小时候的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，我考上了，不敢回家，我怕我妈打我。你说我爸会不会来这儿打我？他敢，放心吧，即便你住在奶奶家住啊，他敢来，我让他死。雷一彪，放一胆。小时候的爷爷奶奶二。来了，这个桌子敢撞我？小时候的爷爷奶奶三。哎呀，完了，又没考及格，回去又得挨打。孙子，你回来了。爸，我这次又没考及格，来打我呀！奶奶在这儿，你敢打我吗？打我呀！打我呀！医学奇迹，我走了。哇，你能走路了？哇，我能看见了。哇，你居然能讲话了。哇，后排同学的基础能力。一个头两只手臂，哪吒是三头六臂，那我就是一头二臂，我是一头二臂，那你也是。别人的老师出考试题，这回期末我是给孩子们出题出简单点吧，都考不高分。对，然后回家过好年是不？你的老师出考试题，我